而且最主要是他出在台糖，拜托，国营事业里面竟然会发生这样的状况，而且台糖第一时间竟然告诉我们可能是在包装的一些交叉感染源，所以我觉得一个国营事业我们对他的要求应该是更加的一个严格，所以要必须要跟我们所有的民众好好来交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瘦肉精的这个成分出现，势必要给我们一个交代，毕竟台糖是一个国营事业体。